借由大家的协力齐心合作呢，我们要在爱河湾打造一个不可能的一个奇迹，结合了光影的定幕剧即将在这上演。好，我们拍完照之后呢，请大家侧身举高进球，同时呼应我们背后的进球。当主持人念完进球升空，麻烦贵宾跟着喊照亮百年高雄，随即我们要进行进球升空的仪式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进球升空，照亮百年高雄。好，我们请升高我们的进球。随身背后冉冉升高的进球，大家可以注意到，这是 disco 球。相信五六零年代的朋友一定都知道 disco 呢是来自法文的跳舞啊。而透过这进球的光影展演呢，我们也将整个城市化身为一座舞台，也希望借由进球的声控来带动城市的一个舞动。进球的升空呢，我们来自爱河两岸的灯光也即将光速绘画在我们的进球石上，发出闪闪的光明。同时，在今天进球升空之后呢，我们在12月24号每天的傍晚6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，我们会在这爱河湾区来进行光影的闪演，光影的荧幕剧。好，现在进球缓缓地移到我们的贵宾们的右前方了。随着进球的逐步升高，待会儿我们海岸上的光束，随